很大的一块砖下来，然后刚好旁边那两个树也打下来了嘛，旁边还不是有一个阿姨，还有一个男的，啊，但是当然刚好跑得快，刚好这个时候这里就刚好没什么人，也没有砸到人，也没有一个说什么砸伤啊什么。但最主要你是高空，对，你高空你小小一个小东西下来都能砸死人，对不对？那万一等一下他们那些，如果万一再有一小块啊什么东西掉下来，你说能不怕吗？修这个是必须要的，毕竟这种高空的东西哦，你觉得一阵风能把这一块刮下来，又不是台风，如果大风更危险。